看到了吗？你自然会明白。伤口是很齐整的，像是被锋利的兵器所伤，并不是被钝器所伤。而且我在为他包扎伤口的时候，发现他脸上的皮肉像是被人整块用刀割下来的，并不是被砍伤之类的，因为那样的话就太不一样了。这么看起来，伤害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，是他自己把脸上的皮肉给割下来，因为他脸上被刻了字，不想被别人识穿身份，所以，相公，相公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娘子，什么事啊？相公，那个姓王的真的有古怪，你看，看，所以王兄弟很有可能就是这画中的逃犯。我还想他说过我带着一些黄金的，看来他是要对我们谋财害命，很有这个可能。相公，要不然我们现在去找老爷和安人一起逃命吧。好。哎，相公，你怎么了？不知怎么的，我全身乏力。难道师妹歇酒下了蒙汗药？那爹和娘，哎呀，我去看一下。哦，相公，外面没有动静，我们去找老爷安人吧。可是我浑身无力啊。没关系，我扶你走。好。小心。爹娘给杀死了，是孩儿对不起你们，我不听更娘的话，把那禽兽带到这里来的。相公，相公，现在不能想这些了，那人把老爷和爱人杀了，下一个就会轮到我们，我们要赶紧逃命啊。我要跟他拼命。不行，你中了蒙汗药，打不过他的，我们现在要把命留下，以后再为老爷爱人报仇。是相公害了你，你原谅相公吧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相公，我们要赶紧逃命啊！我先去看一下。爹，娘，小心。你的夫妇呢？我不知道，正要去看。看来他们的药力已发作，应该都睡着了。
你真的要一个不留吗？那婆娘我不会杀，会留下的。你将会多一个好姐妹。我早就应该知道你看上人家老婆了。你这个狼子野心，不只要杀人敛财，你连人家老婆都要抢。你第一天跟我吗？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我没有要跟着你，是你逼迫我的。你心里怎么想我当然清楚，你是贪生怕死才跟着我苟且偷生的，所以我一直没把你当成妻子，而只是我身边的一只母狗。不跟你说了，先看看那两夫妇。男的已经中了我的蒙汗药，根本没法动他。可是那个女的只喝了一丁点儿，也许是药力不够，所以她把那个男的带走了。也有可能。算了吧，反正我们也杀了那么多人，就算他们福大命大，我们回去吧。哼，真气人，还以为可以财色兼收，带那个婆娘回去做小老婆。算了，给我把他们的财物全部都带走，一样不剩。相公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娘子，我快支持不住了。你再坚持一下。外面已经没有动静了，我想他们应该走远了。我们出去吧。好。相公，看来那厮已经走远了。是啊。你们以为那么容易就可以骗得过我吗？啊！原来你还没有走。你们都没走，我当然不会走。你真是这画中的逃犯吗？你真是老实的可爱，到现在还要我亲口承认，你才甘心，才接受自己看错了人。好，那我就让你死得瞑目。我真名是王十八，不是王十。我受伤不是被流寇所伤，我是趁流寇作乱逃狱，被官差追捕。虽然我身受重伤，可是那班官差全部都是废物，都被我给杀了。而上天更对我不薄，让你这呆瓜把我救起，这就注定你要代替我做着湖中新魂。所有人都是我杀的，我谋财害命，我说得够清楚明白了吗？财物你都已经拿了，你总可以放过我们了吧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你们当中我只会放过一人。那就放过我娘子吧，我信错了你，害死我爹娘，我已身无趣味，但是更娘是无辜的，请你放过她吧。不行，要放就放过我相公，我说过不会让我相公死在我前面的，我愿意一命换一命。真是夫妻情深呐。可是我已经决定了，要死的那个就是你。至于你长得那么漂亮可人，别说杀了，就是伤你一根头发我都舍不得。不行，放过我相公，你就放过他们吧。你已经杀了那么多人，少杀一个就算你积德了。住口！你偷偷放走了他们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因为我知道他们根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我才没有拆穿你。
才跟他们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。人才兼得向来是我的作风，姓金的傻瓜，你没有怨自己太傻太天真，也怨老天何以要如此待你吧。怎么一切都变得那么平静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？难道我是在做梦吗？那相公呢？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安人，老爷。他们都给我沉到湖底，成为湖中新鬼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，你真的记不起来了？不过这也难怪，你刚醒来，可能还没有定下神来。好，我告诉你吧，我已经把他们全部都杀了。我不是在做噩梦吧？哪有那么多噩梦啊？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？我相公死了，我爱人也死了，你……想不到你一个柔弱女子比你那窝囊相公命还要硬，恢复的还要快，不一会儿就没事了一样。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怎么会在这里呢？是我把你救上来的。我不是已经沉到湖底了吗？当初是的，可是后来你挣扎上来，我便把你救了起来。我挣扎上来？看来你也不是那么贞洁，你也是人，人都是那么贪生怕死。那我相公呢？
沉到湖底的当然是他了。你那个笨蛋相公，死不足惜。你杀了我相公，你杀了我相公。我真不明白，干嘛我会对你一见钟情？要是换了别人，我早就把他杀了。你给我好好听着，我不会杀你，可是我也不会放了你。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是做我的老婆，二是自行了断。当然你也可以选第三条路，就是杀我。不过这个选择你注定失败，因为你根本就杀不了我。看来你想通了。想通什么呀？嫁给我。你怎么知道？刀子都给了你，要是你想了结早已死了，还会走出来吗？难道你不怕我只是伺机向你报复吗？想杀我的人有很多，不止你一个，更何况我知道你不会杀我。你那么有信心？第一，你根本没有本事杀我。第二，女人的心我都明白，你们都只想找一个好人家，安安稳稳地过一生。你果然很了解女人的心思。当然，别看我生性凶残，我对女子是心细如尘，更何况……何况什么？更何况，你会想，反正你的身体都已经给我看过了，倒不如豁出去。没错，我就是想到了这一点。我醒来的时候身上的衣服都不一样了，看来是你帮我换的。我是担心你会着凉，也因为那些脏衣服令你难看。你倒很关心我嘛。你追随我日子久了，就会知道我对你应该不错。没错，我也是看到了这一点。我想我还坚持什么呢？一个女人不外乎一生就是想拥有一个归宿，有吃有住，生儿育女，生活无忧就是了，所以我才做了这个决定。唉，看来你真是想通了。没错，反正我都已经家破人亡了，就算我现在改嫁也不会有人说我半句不是，那我何苦跟着他们去死，做无谓的牺牲呢？说得好啊。所以我决定了，只要你对我好，我就改嫁你。看来你比你那个蠢相公真的是聪明得多。不过有一件事你没有想到。什么？你那个萧娘怎么处置？我可不想做你的小老婆，我要做就做大的。你笑什么呀？我笑你比我想象中还要精明，还能算计。那你倒是答应不答应？你要是不答应，我情愿去死，当小的就是生不如死。你大可放心，你一定是大的。萧娘同意啊？由不得她不同意，因为她根本不能说半个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死了。什么？你杀死她了？不是，这个蠢婆娘自杀。你敢打我？你这个畜生，杀了那么多人，你还有人性吗？谁不让我发财，
谁就得死，就是我老婆也不例外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所以我不打算再做你的妻子了。你想离开我，你敢吗？我不会离开你，我只是悔恨我当初为什么要忍辱偷生地做你的妻子，我也后悔为什么要跟你同流合污地一起去害人。我讨厌你，我更讨厌我自己。就这样任由萧娘去死？这个蠢货，有人不做要做鬼，我怎么会阻止？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，离开这个令你提心吊胆的大白狐。好，我只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到这里来。到了，老爷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来。十九，十九，十九。大哥，十九，大哥，十九，大哥，高大了不少，也英俊了不少啊。不过还是一个文弱书生，真的要强迫你好好锻炼一下身体了。大哥，你还敢说呢？你离家经商这几年音信全无，只是捎人带个口信，带些银两，连信也不多写一封。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？哎呀，你知道你大哥书读的比你少，字也不懂几个，拿起笔来比拿起锄头还要辛苦啊！哎，你就不要怪大哥，原谅大哥吧啊！大哥，这些年你在忙些什么呀？我去了边疆做生意，做一些丝绸买卖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大哥哪会骗你啊？喂，看。这些黄金珠宝都是我这次做生意赚回来的。哎，大哥，这位是？好，这是您未来的新嫂子。我叫庚娘。他就是我经常对你说起的我最疼爱的小弟。他不像我，他爱读书，有才华。你们兄弟俩的名字真有意思，一个叫十八，一个叫十九。那有没有二十？我们的爹没有读过书，却有几个老婆，结果生下来的都是以数字排名的。现在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死了，有的因为战乱，有的因为饥荒，就剩下我们兄弟两个人相依为命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那萧娘嫂子呢？她跑了。怎么可能呢？萧娘嫂子不是这样的人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了，别再问了。大哥刚回来，有点累，你先让我休息一下，以后再跟你说清楚，啊。来人，在，带更娘先回房休息。是。小叔子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
大哥，找我有事吗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意思？你的脸，你的妻子，还有你的故事。我的脸是在途中遇到了土匪，被土匪砍了一刀。哎，那一次我差一点送了命，所以大哥的钱财是赚来不易啊。你呢，要发奋读书，考个功名，当个官，那就不用像你大哥一样到处营役，辛苦半生了。这告示中的人应该就是你吧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再说经商的难免要吃吃喝喝，上下打点，吃的都脑满肠肥，哪有大哥身形这般健硕魁梧，更不会像大哥这般早晚都风餐露宿，肤色黝黑。想不到你倒是观察得挺仔细啊。所以我知道这些之后，我很恼大哥，因为你骗我，骗我用你那些靠打家劫舍来的财富。可是当我冷静下来，我却给大哥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，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十九，为了这个家，大哥才迫不得已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。没错，大哥这么做都只是为了你可以安定下来，不用像你的其他兄弟姐妹般挨饿吃苦，还要不得好死。大哥苦心，我一切都明白，但是请大哥听弟弟一句忠言。你说。俗话说得好，上得山多终遇虎，大哥今天杀人，明天也可能被人杀呀。大哥当然明白。好，我就听你的，从今天开始我便金盆洗手，永不再干非法的勾当。那就好了。那么没事了吧？哦，还有。还有什么事？就是关于萧娘嫂子的事。刚才听你一番话，我看得出你已经长大了，也够聪明。那你怎么还弄不清楚？我不喜欢你过问我们夫妻之间的事。萧娘嫂子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揣测到，她不会是自己跑了，她一定是遇到什么不测，而这个不测也一定是因为那个女人而起。她不是那个女人，她将会是你的嫂子。看来大哥定是为了那个女子而着迷了。大哥，我向来淡薄感情，可我对更娘却有种说不出的好感。是抢来的吧？她本是别人的老婆。那这女子绝对不能留在家里啊。为什么？大哥，你试想一下，这个女子干嘛跟你回来？萧娘当年也不是心甘情愿跟我的，这么多年来我不也一直相安无事吗？那我问你，你有杀过萧娘嫂子的家人吗？没有。你杀过更娘的家人吗？那就是了，这个更娘一定是伺机要报仇啊。你看得出来？刚才你把那些金银珠宝拿出来的时候，我从他眼神中看出多多少少总会有那么几分怨愤，很明显他是有些不甘心，而且我从他的眼神背后看见某些东西，
那是萧娘嫂子所没有的阴险和深沉呢。好了，大哥行走江湖多年，自会小心防范。大哥，这个女子真的不能留下来呀。够了，别的大哥可以听你的，但这个女人大哥不舍得，就让大哥玩够了再把她赶走吧。大哥，再说就伤和气了。大哥，我别老是说我的，你跟那位青梅竹马的淡儿姑娘又怎么样了？还好，她对我倒挺好的。那就好了，大哥有点累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晚一点我们出去喝一杯。好吧，我先回房去了。去吧。还在为那个新来的嫂子担心？她不是我嫂子。别担心了，依我看你大哥为人精明，他不会出事的。希望如此吧，我怕我大哥这个人他太过自信了，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已。应该不会吧。而且什么？而且我觉得那女人不仅仅是要报复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什么不简单？当我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，我仿佛看见了有两个瞳孔。不会吧，怎么会有两副瞳孔？一定是你看错了。或许是吧，总之我感觉这个女人是有那么一点古怪，只是一时间我没有办法说得清楚明白。我看呢，一定是你对她有偏见，太多疑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走吧。好吧。是我太累，看错了。你没有看错。谁在和我说话？我在你的脑子里跟你说话。在我脑子里？对。你是谁？我就是在大白湖中曾经跟你心灵相通，活在湖中千年的白湖龙女。你就是那个妖物。我不是什么妖物，我只是介乎天地人三界中的神物。你为什么要在我身体里？你快点出去，我已经受够了。我只是想帮你，再说要是我走了，你也不能再活下去。什么？我已经跟你合二为一，我已活在你的体内。正所谓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你活在我体内？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过来再看个清楚。因为要不是这样，你便会死。我不明白。看着镜子，我把当日情景再现于你眼前，让你看清楚。你看完之后便会明白，
湖海之灵，请赐龙女力量吧。我在这湖上曾经见过这绿光。更娘，现在我问你一句，你就答我一句。要是同意的话，你便吐出气泡来。你甘心如此离开尘世吗？要是不甘心的话，也便吐出气泡来。这么说，你不想死？你想为父报仇？你如想重生，必须与我龙人合一，否则，你要长埋湖底。你愿意跟我合体吗？好，跟我合体，你便会长生不死，与天同寿。可是当大仇得报之时，你我分离，你便要遭受三界之内最极致的痛苦。你愿意为了一己之仇而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吗？那好吧，我便与你合体，直至你为父报仇，了结心愿。怨气太深，一时没办法散去，并聚于三魂之内，所以我才有机会征得你的同意，与你龙人合一。我明白了，所以我才能活过来。因为我们合二为一，各方面还需要慢慢的适应，所以你对前世一时还没有办法记得起来。如你所言属实，我是真的死不了了。没错，而且你已经尝试过了。你是说在湖里这一次？不是，你被王十八救起来之后。想起来，我当时确实有一种死不掉的感觉，觉得空空的，没有思想，像行尸走肉一样。原来那个时候你就已经进入我身体了。没错，因为你的散魂七窍一时间还没有办法和我的龙鳞一致，而且还出现了排斥，这样你当时的记忆就没有完全恢复，所以我才能先驾驭你的身体，再答应王十八当他的老婆。我曾经跟你结下二世夙缘。什么二世夙缘？对了，你现在还不知道，你跟金大佑其实也有二世姻缘。好，那我就让你看个明白，知道清楚。你前两世的血泪都不约而同地洒在了我的身上。
也因为沾上了你的二世血泪，我们才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原来我和相公已经有了二世夙愿，都是被老天爷拆散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当我知道你们到了这一世，老天仍然不肯放过你们，我便决定逆天行事，助你夫妻二人逃出老天魔掌。可是我还是敌不过老天，只能帮到你一个人。如今你我合体，我已经拥有了不死之身，那是不是说我可以马上就去杀了那个王十八？我们还在等什么？时机。时机？没错，我们还要等待时机到来，这样才能杀掉王十八。为什么呢？王十八现在阳气太盛，气数未尽，而且他身上还挂有那不知是什么高人给他的罗刹卦象。那里秋深秋再回首，离别恨意共几秋，山湖老友交杯酒，执子之手，紧握那颗相思豆。只求能与你花前尘缘。